师傅，要不咱俩合张影，我给我妈传过去。行啊，我给你俩拍。来来来，师傅，来，用相机啊，不是微信相机。知道了。哎，把后面的大楼都带上。哎呀，来来来来来，好了，一二三，小飞。哎，怎么样？不错不错，向亮好人。瞅瞅，咋了？我瞅瞅，通过了。什么通过了？女神，正正的女神。给我给我给我，真的。微信出 bug 了，只能这么解释了。哎呀，哎呀妈，哎呀，通过了，女神通过我了，啊啊，你成功了。I'm used to being alone. Everyone feels like they know me, but they don't. In a city of passing light, some people are just meant, just meant to be. 平时没注意啊，咱酒店还挺美的。是啊，真美。你再这样，我就报警。I follow your heart to embrace cold night. Everyone has a best. It's time to let it go. Oh, don't look back. In a city of passing.都不太好，我明天一早重拍一下。数一二三啊，大家做动作，一二三，天哪，好看，再来一个动作。什么腿能抬高点不？不用，哦哦，那别动，别动，别动，上手高一点。哎哎，好看，好看。哇，太好了！哎呀，这抢着了，抢着！你们拍吧，喝点水，上上上上，快点，快点吧，上上上！哎，阿姨阿姨，要不今天先到这儿，咱也拍了不少了。急什么呀？要照相的是你，着急走的也是你。这才哪儿到哪儿啊，得多拍几张才能挑出好的。快快快快，摆姿势摆姿势。起张啊，就是啊，我们这还有好多动作呢，来吧。
张让拍的时候提醒我们啊，我们要挺胸收腹，不然显胖。对对对。一，哎，蹲点。哎，对，这样拍显高。哎，哎呀，来来来，快来快。哎呀，你看，行吗？行，挺好，接着拍。哎，哎，好，翻个动作。小张，哎，你先拍啊，等一下过来，阿姨有话同你讲。哦哦，好好好，马上就好了，快快快，下一个动作。看他啊，来，一、二、三。好了，今天就到这儿，差不多了啊，下回再拍。咱们这样啊，以后换着衣服拍，一周拍一回，好不好？好，好，散了吧，散了，让我们看。哎呦，我一会儿把照片发群里。好，好的，好的。阿姨，咋还有下次呢？你放心吧，他们记不住，忙你的去吧。啊，谢谢阿姨。刘阿姨，什么事儿？小张。小张，阿来有恩漂亮吗？漂亮。嗯，你光晓得看有恩漂亮，你看过你自己吗？小张，阿姨讲实话，你不要伤心啊。那天你走了以后，有恩叫我快点把窗户打开通风透气，他讲你身上有股土气迷了他的眼睛。那你说我一个男的，我能把自己捯饬成什么样啊？你这句话呢讲的不对。你的意思嘛，就是人不好光看外表的，对吧？对。哼，讲这些啊，都是不懂道理的人。你们小青年找女朋友啊，都要找漂亮的，哎呦，觉得是天经地义的。哥们，我要问你了，人家小姑娘凭啥？就是，哎，不要看外表，光要内心美就好了。侬迷迷瞪瞪、胡子拉碴、头发么乱哄哄、穿的么邋里邋遢，你光是内心美有啥用场呢？外表不重要啊。你不能每次叫人家跟你见面，哎呦，可心里就觉得像上刑一样啊。谈恋爱嘛，又不是做慈善了，两个人以后是要去领结婚证的，又不是去领奖状，侬可得吧？对，您讲的太有道理了。我吧，其实也想整得时髦一点，但我又觉得钱得花在正经地方。男人都拿钱去买衣服、穷打扮，我总觉得不太实在。哎，你这个想法是对的，但是你不好走极端的呀。那，你看看你里面这个背心。阿拉舞队的阿姨都不肯穿的。好了，明天我带你去买衣服，你准备好钞票。阿姨，得准备多少钱呢？500呀，500嘛就够了呀。刘阿姨帮你改头换面。换身衣服就行了，头就不用换了。